有关这周刊以耸动的标题及内文登载所谓高安灭证内幕、高安涉贪罪嫌升高等等的资讯。根据北检声明指出，本属侦办案件，向来严守侦查不公开的原则，因此洪安与团队对于不肖人士意图嫁祸北检，现检调于不义的行为感到非常的遗憾。检调人员不应该受到任何的外力与干扰。过去造成台湾生技产业重创的浩鼎案，想必社会大众仍然历历在目。经由媒体持续放话，未审先判，即便最后获司法判决无罪，期间已造成不可挽回的社会性死亡。今日周刊报道之中，甚至错误引用了情形完全截然不同的前立委李庆华人同助理案案件来作为比拟，明显为带风向、毁灭人格。我们对此严正的提出谴责。相关不肖人士妄加臆测、剪掉侦查内容、爆料分案检察官姓名等等的机密资讯，再透过特定政党倾向的媒体渲染，不顾所有司法检调提示人员的名誉，只为了达成政治攻击目的。呼吁各方尊重司法检调侦办的过程，而不是为政治目的捕风捉影、破坏体制。